主料6寸戚风蛋糕一个，雀巢带奶油250毫升，糖40克戚风用，底粉50克戚风用，玉米油30克戚风用，鸡蛋3个戚风用，牛奶30克戚风用。辅料草莓240克，银珠糖，桃桃干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将蛋清蛋白分离，把蛋黄打散，慢慢加入玉米油，边加边拌匀成稠状液体，加入牛奶和过筛的面粉，搅打均匀，颗粒备用。蛋白中间少许盐，几滴白醋，糖分三次加入，打至硬性发泡。在蛋黄糊中切入1/3的蛋白，以上下翻拌的方法搅拌均匀，不要画圈。将拌好的蛋糊倒回蛋白中，再次以上下翻拌的方法搅拌均匀，倒入蛋糕模中，用力震出气泡，烤箱150度60分钟。草莓切成片和碎丁，将蛋糕横中，抹上打好的奶油，撒上草莓丁，将丢下的那面也抹上奶油，然后盖笼，并将蛋糕外部抹匀奶油，摆上切片的草莓，用小号花嘴挤出装饰小花点，小花顶端点上银珠糖，在外侧也挤上奶油波浪条，并用陶土盖装饰。烹饪技巧请根据自家烤箱温度调整烘焙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